自己啲味佢點？喺7日7夜之內，佢完全昏迷不醒。我所用嘅七絕奇毒，係可以牽制蝶兒嘅千劫苦骨咒，加埋你嘅赤陽神功，應該係可以將蝶兒體內毒逼出嚟。但可惜我哋半途而廢，而家兩種毒氣一齊攻心。我可以繼續用赤陽神功同佢療傷。你嘅赤陽神功雖然可以暫時壓住蝶兒嘅毒，但七絕奇毒嘅毒最快半年，最遲都唔會超過3年。蝶兒佢就會受盡千劫萬毒之苦，氣絕身亡。3年，最多就只有3年。喺呢段期間，佢嘅耐力會全失，舉步難移，甚至連舉起一把匕首嘅力都冇。岂不是一个活死人？系要靠你嘅赤阳神功，先至可以续命嘅活死人。一齐发咗一场，根本就冇一笪叫做桃源嘅地方，亦都唔容许有桃源呢一笪地方。而家梦醒，尸横遍野，蝶儿要死，你要含冤受屈，真系只系一场。听讲你一啲嘢都唔肯食，点解你咁样折磨自己？我头先听到钟声，相信你已经得偿所愿啦。冇错，魔鬼之域已经俾我消灭咗，除咗傅青云同埋唐琪，所有魔域嘅弟子都俾我杀死。你讲错啦，唔系魔鬼之域啊，系世外桃源啊！你杀咗，唔使再讲落去。喺我嚟讲，世间嘅事根本就冇分对或者错，人根本就冇分正或者邪。我只知道，同我作对嘅就系敌人，系敌人就要消灭，冇用吧？燕寒，我哋仲何必再争论落去？各执一词，根本就唔会有定论噶。冇错，对或错，正或邪，根本就唔会有定论。燕寒，你做乜嘢？我要继续写武林记事，我要将你嘅所作所为原原本本咁写晒落嚟。你包括你点样杀死师傅，点样害傅青云，甚至乎我哋点样认识，甚至有个一直之欢，所有嘅一切一切，我要写晒落嚟。你咪傻咗啊！你竟然连我哋嘅事都写埋落去？我要忠于历史，任何人都唔可以例外。你咁样写法啊？边有面目见人啊！我已经决定，呢本武林记事公诸于世嘅时候，就系我离开人间之时。
我哋冇办法分清对错，就将事实公诸于世，等后世嘅人嚟下结论啦。你知啦，你知啦，你知咗呢一本，我可以再写过。你再知，你究竟想我点啊？ 隐瞒事实嘅话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即刻杀死我啦！你杀啦！你横掂都杀死咗咁多人啦，你而家真系杀埋我啊！你要话我对做乜嘢先？点解我心爱嘅？ 呢度我作对，掌门，我头先啱啱行过，你已经偷听到晒我哋讲嘅嘢。我唔系有意噶，掌门，你放心，我绝对唔会说留俾任何人听。掌门，你都知道噶啦，我对你忠心耿耿，如果对你不忠嘅，我点会又嚟揾你啫？ 掌门，你就咁放咗蔡英文走唔系办法。蔡英文佢出咗名系铁面无私，言出必行。万一佢将一切宣扬出去嘅话，你不但会身败名裂，就算武当百年嘅清誉就毁诸一旦嘅。掌门，趁佢未走得远嘅话，你要当机立断啊！你唔好再讲啦，掌门。 你喺今时今日嘅地位唔系轻易得嚟嘅，你要三思啊，掌门。好，而家同我办妥呢件事，即刻去。系。 蔡姑娘啊！点解啊？呢啲系掌门嘅意思。你话俾佢听，我唔要。 你真系已经杀咗蔡燕航，掌门请放心，蔡燕航跌落山崖必死无疑。有冇其他人见到？托掌门洪福，绝对冇人见到。好，做得好。 你咪话想见识下乾坤两仪剑法嘅？多谢掌门赐教。第一，你唔应该擅作主张，杀咗蔡燕航。第二，你唔应该擅自进入掌门禁地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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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知，但我办唔到。我一合埋眼就见到桃园子弟俾人残杀，我仲见到阿爹，我始终都唔能够完成佢嘅遗志。桃园终于都俾人毁灭，所以你就更加要消除杂念，应付呢一场决战。你唔可以输，今次你一定要为阿爹。
为所有桃园子弟报仇，我知，我知我唔可以输，但我更加知道嘅就系世间上系唔会有奇迹出现嘅。唔会，你一定会赢。慕容白嘅功力本来就同我不相伯仲，况且而家。 佢仲抢咗我嘅赤阳秘笈添，仲有，我要不断消耗我嘅内力去勾敌。边个？楚姑娘，佢知你仲有多少内伤未清嘅啫，我帮你煎啲药啊。劳烦晒。 慕容白实在太残忍，竟然连你都要杀。呢啲或者系上天有心差遣我完成呢一本武林记史，所以安排我命不该绝啦。系啦，咁你以后打算点？我要尽快完成呢一本武林记史，将慕容白嘅真面目写出嚟。 本来我可以装聋扮哑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为咗几丝肉，以至丧尽天良。但系我做唔到。我自细阿爹就教我，纸笔一定要写事实，更要作春秋之笔，黑白分明，判断是非。 恭喜掌门，现钦赤阳都俾掌门你兼收并蓄，睇嚟傅青云今次必死无疑。我喺赤阳神功只系练到第二重，仲未大功告成。要练成最后一重赤阳神功，就一定去天下间自然之地赤沙壁。为咗避免傅青云嚟偷袭，你即刻代表我去邀请六派掌门去嗰度。 为我守关，遵命。武林记史里面记载你哋桃园同各大门派嘅事迹，以后你可以公诸于世。咁你呢？我看探世情，我准备揾一笪好远好远嘅地方，或者以后都唔会翻嚟。咁，但系呢本书，你信得过我咩？ 一个为咗挽救自己情敌嘅性命，宁愿自己含冤受屈，咁好人我都唔相信，我仲要信边个呢？你知道晒？呢本武林记史仲争最后一章未写完噶，就系傅青云同慕容白嘅决战。但系我要赶住远游，唔可以亲自记录，请唐姑娘代笔。楚姑娘，珍重。 楚姑娘，点解？点解我冇晒力？云大哥，琪姐姐，云大哥，琪姐姐。 文大哥。
永乐二十四年，雪山派女子白蝶儿身中千劫苦骨咒，此毒为千毒神手唐琪所制，及后唐琪消失于武林之中。此案疑点甚多，容后补述。疑点甚多，唔通真系唔系琪姐姐做？你嘅赤阳神功唔可以有半点差错，先有机会赢。亦即系话，喺呢半个月时间，你唔可以再输落嚟俾蝶儿。唔得，冇咗我嘅内力去压制佢体内嘅千劫苦骨咒，蝶儿会死。但系你输落嚟俾佢，你就会死。大丈夫，死则死矣。你唔系话过要为桃园死去啲人讨个公道嘅咩？咁都唔可以抌低蝶儿，你都唔忍心。如果你系忍心嘅，你就唔会宁愿自己受委屈。唔通你系忍心我眼白白睇住你去送死咩？琪琪，你系知道我唔会抌低佢。唔通今次即系连个天都要亡我哋桃园？天唔俾公道我哋，我哋就自己俾公道自己，最多就系同慕容白同归于尽。青云，唔好再讲，我哋仲有半个月日正相对，总比慕容白同埋楚姑娘幸福得多。真系唔系琪姐姐做，点解？点解佢唔早啲讲俾我听？佢惊我，惊我唔接受云大哥嘅赤阳神功，佢唔想我死。其实佢哋一早就伤我，琪姐姐。琪姐姐，蝶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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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解？点解你要隐瞒我？点解你唔早啲讲？我哋系唔想你死，莫大哥咁做都系因为我哋。你以为？你咁做系对我好咩？其实你哋一早就系相爱，点解偏偏要为咗我而分开？其实你咁做比杀我仲更加残忍。蝶儿，琪姐姐，我好对你唔住，你早就应该喺埋一齐。你冇咁讲，系我负累你哋。琪姐姐，你杀咗我啦！云大哥，你唔好咁傻啦。系，我系傻。我以前仲以为。我而家明白，我明白，系我负累你哋，文大哥，我求你，你成全我，杀咗我。蝶儿，你冷静啲，啊！迟早我都系要死，我唔想喺度负累你哋，你杀咗我啦。云大哥，蝶儿，你唔好胡思乱想啦。一个连自杀都冇能力嘅人，仲留喺世上做咩？求你，你杀咗我，你杀咗我啦，云大哥。
好，爹哋，仲有两日就系你毒发之期，等我帮你运功之后，我会帮你解开穴道，有我父亲云一日，我都陪佢哋死。 点解唔俾我死？点解仲要我拖累人？爹哋，你连姐姐嘅说话都唔听嘅喎，我再留喺世上，争你哋痛苦，我亦痛苦。 你杀咗我，再过两日就系我嘅毒发之期。到时佢一定用赤阳神功嚟救我，佢嘅体力就会大损，一定会系慕容白嘅对手。如果真系咁，最多我陪佢一齐死。你可以为佢而死。 我就唔可以，唔通你连唯一我可以报答佢嘅机会都唔俾？就算佢唔消耗耐力嚟救你，佢都未必系慕容白嘅对手。点解唔早啲俾我死，可以保存佢嘅耐力，等佢有一个机会反败为胜？唔得，我应承过亲人。 我唔可以俾你死，情愿佢死，或者青云，佢都未必一定会死。呢个或者实在太渺茫，迟早我都系要死，最多咪仲有三年。你知道晒。 《本草》林记史记载得好清楚，冇错，系仲有三年。喺呢三年里面，我会受尽痛苦，一次又一次咁拖累你同文大哥。唔通你咁会忍心咩？横掂都系要死，迟三年。 同早三年又有咩分别？至少我而家死可以帮到云大哥，你同云大哥都对我咁好，唔通你忍心睇住我受苦落去咩？琪姐姐，我求你，你杀咗我，琪姐姐，你杀咗我啦！ 云大哥佢一生一世都系属于我，但系结果系我自己亲手杀死佢。唔系你杀死佢，喺佢知道整件事嘅真相嘅时候，佢已经死咗。无论点都好，蝶儿因为我哋而死，今生今世。 我哋都唔可以再喺埋一齐。何必呢？可能上天妒忌我哋。我始终都要辜负你。冇咩边个辜负边个，只系天意弄人啫。蝶儿嘅心意你应该好明白。今次你一定要赢。 冇错，为咗蝶儿，为咗桃园死去嘅人，我一定要赢。
点解又会咁热嘅？唔系清羲道长，又点会拣呢度嚟练赤阳神功嘅第三层咧？当年扶清云喺呢度练成神功，破筛而出，大败我哋五大门派嘅耻辱。今次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要佢尝下火烧嘅味道。 清云，当你睇到呢封信嘅时候，我已经去咗赤沙壁。我谂咗好耐，只有呢个办法先可以帮到你。我明知此行九死一生，亦明知道冇能力杀到慕容白，但系只要伤到佢一分一毫，我都觉得值得嘅。 谂住我明白，蝶儿，佢可以为你，唔通我唔可以？冇错，你唔可以，因为有另外一件更加重要嘅事情等住你去做，你要帮楚姑娘完成保留嘅事。唔可以，如果你用耐力咁，你就一定唔会死。 我系会死，所以你更加唔可以死。如果你死埋，就冇人知道有桃源。咁样，桃源永远就沦为魔域。我唔甘心。阿爹、二叔、贪真痴人，仲有所有为桃源而死嘅人都唔会甘心。甚至楚姑娘，点解佢要将本记事交俾你？ 系因为佢都唔甘心，桃源可以灭亡，但系唔可以含冤枉。我哋要嘅系公道。清华，琪琪，我知，咁样比叫你死仲更加难。但系战仗我一定要去，亦即系话我会冇命翻嚟，所以。 所以你唔可以死，到时只有你，只有你先至可以完成呢一件事。你要完成呢一本记事，你要将决战都写埋落去，你要话俾千世万代嘅人听，我哋唔系魔域，我哋系桃源，你明唔明啊？ 道今次同魔域如烈扶清云嘅一战，系替天行道，为武林除一大害。魔域从此喺世间就烟消灰灭，而道长你亦为武当立下万世奇功，道长嘅尊号亦可以永留于青史之上。
祝掌门永留青史。我走咗之后，你要带埋本武林秘史向西方走。记住佢系左掌中过我一毒，可能会有漏洞。俾我睇住你走。上次大仓山一役是你等我，你今次空有成竹，所以早来了，因为我们之间是恩怨加深了，所以等得不耐烦。你讲错了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恩，全部都是仇怨。你一定为魔域的人报仇。不是魔域，是桃园。你一定还要杀我这个魔域余孽吗？没错，因为正邪永远不能两立。好。记住佢系左掌中过我一毒，可能会有漏洞。点解你唔杀我？我杀你就等于杀一个扯线公仔啫。你只不过系嗰班所谓名门正派嘅扯线公仔啫，反黑为白，指鹿为马。丧尽天良，呢一种人实在太多啦！杀死咗你呢一个慕容白，仲有千千万万个慕容白，永远都杀唔完。点解？你呢一仗打落嚟就可以扬眉天下啦？因为你知道，你都唔好得我好多。冇错，我害死自己阿爹。害死桃园好多朋友，唔系呢啲，系你，系你一直喺度发紧梦，梦想世间上会有西外桃源。而家你知啦，你连自己条命都保唔住啦，仲讲咩桃源啊？世间上根本就冇桃源，根本就冇桃源，根本就冇桃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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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桃源。我讲世界上真系冇桃源，唔通世间上真系冇桃源？唔通世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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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真系冇桃源？世界上。真系冇桃源嘅，师傅，我杀到佢啊！师傅，我杀到佢啊！师傅，我杀到佢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我杀到佢啊！冇死到咩？我当然冇死到啦，食啦。乜你就系靠呢啲青柳？
呢度后面石室有一棵好大嘅榄树，就算你嚟卖嘅话，都应该够食噶。你点解会喺度嘅？我揾咗呢一笪地方已经系好耐噶啦。呢度有记载，系一个世外高人，不胜尘俗烦扰，做咗呢一间石室，爱嚟与世隔绝嘅。与世隔绝。你愿意又好，唔愿意又好，你都要留得喺度噶啦，一生一世。你想困住我，冇咁容易。佢已经系举世无双嘅大英雄戴浩杰，一定仲有其他出路嘅。段龙石已经落咗嚟，唔会再有其他出路噶啦。一定仲有其他出路，你快啲讲！如果唔系，我杀咗你。如果你杀咗我嘅话，剩得你自己一个人喺度噶啦。你放心，呢一本武林秘史一定可以将屠龙嘅事理出嚟。俾翻我！武林秘史事关重大，唔可以落喺妖女手上。冇错，应该交俾我哋青城派保管先啱。我行山派收藏先啱。我哋空洞派收藏先啱。我哋收藏先啱。大师兄残杀同门，自立掌门。系，管我哋青城派啲嘢。到底世间上面有冇魔，有冇鬼，有冇魔鬼之域呢笪地方？啲魔域之徒系咪咁可怕？冇人知。亦都冇人见过，但系当时有两个武当弟子，其中一个叫傅青云，另外一个叫慕容白，决心要混入魔域查探呢一件事。到咗傅青云发现傅千山原来系自己阿爹嘅时候，已经太迟，屠源已经被八大门派灭咗，傅千山仲死喺慕容白嘅掌下。傅青云为咗补偿自己嘅过错，决定要重建屠源，而且仲要同各大门派和平共处。到咗最后，白蝶儿发现落毒嘅唔系唐琪，但系已经弱石无灵，终于毅然死响唐琪嘅手上，而唐琪亦都注定一生一世同傅青云分离。傅青云死咗之后，慕容白佢亦都下落不明，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。从此，世间上面无咗魔域，亦都再无咗桃源。